那时候就萌生说啊，小朋友要是没办法做，那不然满桌子如果是饼干的话，那他把它吃掉就好了。好，因此呢，我们就隔年就想说，那把零件再简化，所有的零件啊，我们这次因为我想说我们不是那个国小嘛，所以大家不用排好，我们自己排，按照像平常把这个造型先把它排在这上面。排完之后呢，第二阶段就是会，那我们小朋友首先把这个后面的这个板子放到里面。A 一，好，这是豆腐的茶，好，那个按照顺序简单哦，不要改太快。现在薄饼干摆好。这零件可以吃掉，好香哦！有少了，把位置放正，酷哦！大家都排好了。之前的把泥做再拿出来，然后糖霜也放在桌上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小帮手过去帮你把。这样，一开始都不能吃，这些都不要吃，不然等一下被吃掉。都是正的。没有关系，因为它这个就是因为饼干它的厚度太完成了，太黑了吧？可以。我的天！完成一半了。什么胡巴东西？所以我怎么觉得湿？对，对，我会粘成这样。看到没？哦，对，就是车口这样。啊，轻轻的压，你加水，然后放在上面。但我们也有做这样，就是有盖哦。算完成了，火车，我的黑色火车，酷哦！哇，这样也很厉害，都没有，我都在喊叫好。没有，你这样子拿不会掉，会底下不稳。决定不明，我先退回来。好，我给你个样，还不及哦。放进去马上解体，这里，然后再这个小的那个明信片，所以就是你可以把它拆一个